阿弥陀佛，各位温暖人间的读者网友，新春如意吉祥。我是宽运，即此庚子新岁，祈愿诸佛垂慈护佑，香港社会安定，经济繁荣，全港市民身心康泰，福慧双增。现今社会，人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菩提心。华严经上说，菩提心者犹如种子，菩提心者犹如良田，菩提心者犹如明灯，菩提心者犹如大道。在佛教的众多修持法门中，首先最重要的是发菩提心。菩提心是三世诸佛成佛的根本。我们要如何尽德修业，培养健全的人格，有了菩提心就能圆满所愿。什么是菩提心？就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菩提心就是慈悲心、般若心、智慧心、解脱心，是世界上最真、最善、最美的心。仅此和大家共勉，祈愿佛光普照，佛力加倍，天降吉祥，风雨顺时，果泰民安，十方善信，同修善业，广植福田，同结善缘，共沾法益。祝福大家，阿弥陀佛。